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们，大家下午好。我们上一次一起学习钱公甫先生所写的《义田记》，叙述到范公对于整个家族的这一份道义，照顾了几百个族人，甚至于是很多贫穷的贤德之人，他尽心尽力扶持他们读书，其实这个是为国举才，这也是对国家一份义务。所以我们人对家庭，对自己的团体，以至于对自己的国家民族都有我们的一份道义要去尽心尽力。像在我们现阶段这个时代，对于整个家道的承传是义务，对于整个民族文化的承传是义务，以至于我们现阶段人类共同面对整个地球的存亡问题，我们也应该尽一份我们的义务。现在看呢，都是天灾人祸，尤其人祸，像之前日本这个核能电厂爆炸，那当然是因为9.0级的地震产生。其实这个地震呢，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现在的天灾频率越来越高？俗话常讲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从我们儒释道的圣贤教诲很清楚马上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这个是尚书的教诲。所以然是什么呢？是人心缺乏伦理道德的教化。所以要改善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还得靠教育才行啊。人心要向善，都得靠伦理道德因果的教化，其他的方法手段达不到了。外交军事，包含经济这些都很难。而且整个世界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地区用这些方法越用越严重，得靠教化才行了。刚好我们2005年在庐江汤池针对当地的镇民推展伦理道德的教育弟子规的推展落实，人心很快的有变化，离婚率犯罪率都下降。其实在我们还没有从事这一份工作以前呢，真的对于人心还能向善吗都打一个问号啊。觉得现在功利主义这么厉害人能不随波逐流吗？后来接触当地的老百姓一教化之后一接触圣贤的教诲呢，确实人之初性本善，很明显的1年之内离婚率犯罪率就快速下降，
啊，像离婚率啊，我们就没有听到啊有一对夫妻离婚的。哎呀，奇怪了，怎么还是有离婚率呢？啊，我们听这办事人员说啊，啊，这个离婚的呢，都是呢在外面工作的，在外面工作还有污染呢、啊。有接受老祖宗教诲啊，他的良心会发现，他就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了。所以这个教化，为什么老祖宗在《礼记》里面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个先字重要啊，代表建立一个国家，甚至于呢，带领一个团体，都要把教育摆在第一位。现在人为什么苦恼那么多？因为把最重要的东西忽略了，本末啊，它倒置，最后问题就都出来了。一个家庭教学为先哦，教孩子做人最重要哦，哇，忽略了，父母把很多时间都忙啊忙啊赚钱。连孩子呢都看钱很重，忽略道德了，这本末倒置哦。哎，团体啊，这些各个行业的团体领导者，哎，都把利摆在第一位，他拼命赚钱，忽略员工的教育，哇，员工贪污腐败出现了，啊，他带领员工啊，他非常的辛苦。甚至于几十年的基业啊，就被底下人给搞垮了。所以团体还是要教学为先，要教育，包含我们整个社会，国家社会，也是都把经济摆在第一位，忽略了做人的教育，结果现在青少年犯罪率越来越严重，很多官员呢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啊，都需要非常用心啊来思考呢，整个地球的出路啊在哪里。70年代汤恩比教授讲到的，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要靠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了。这个是三四十年前讲的呢。哦，汤恩比教授不简单吧？哎，那个时代啊，您会觉得世界会这么严重吗？当然我这个话是问50岁以上的人。哦，他比较说那时候讲我才刚出现，刚出生哦，还懵懵懂懂的。每天还想着要吃这个吃那个，很愚昧。那个时候就已经洞察到整个世界的危机啊，这不是普通人啊。这也是整个世界的救星啊，但几个人肯珍惜他的话呢？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也好，甚至整个国家社会也好，都有贵人啊，是我们肯不肯听啊，肯不肯接受啊。所以一个人啊，绝对不能说我这一生都没贵人啊，这一句话是折了很大的福，造孽的话。为什么？你是中华民族的儿女，还说你没贵人？哈，你看打开5000年，多少圣贤人都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呢？您没读过子曰吗？还讲这么没良心的话？再说中华民族的父母啊，都很爱护子女，
都很尽心尽力啊，在教导他的孩子哦。啊，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操了多少心呢？啊，包含我自己，有两个姐姐，哦，我们受过传统文化的兄姐呀，都特别照顾弟妹，哦，包含叔叔伯伯，都是这样的心境，怎么会说我们没有贵人呢？我们成长过程中很多好老师用心在教我们呢，是我们有没有受教啊？最近非洲利比亚发生动乱了，哇，有一些国家又对他发动战争啊，哎，这个很无奈啊，这个世界啊，没有圣贤的指引啊，都干一些蠢事啊。这将近一世纪啊，这50年到100年之间，请问哪个发动战争的国家解决问题了？大家看看，哪个国家解决问题了？不是越搞越糟糕吗？韩战、越战、阿富汗、伊拉克这些战争，所以你看人啊，没有圣贤指引啊，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做出错误的抉择啊！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呢，打胜仗啊，都是凶啊，以凶礼啊来回应啊，这是万不得已啊，为道义才打仗的，而且心里都很明白啊。要把伤亡减到最低呀，这仁义之师啊。而我们这个民族很特别啊，特别重视历史经验，要见往知来，借鉴于过去的历史，不要在未来重蹈覆辙。哇啊，你看这几十年地球人打仗的通通越来越严重，解决不了问题还打，所以这一次法国总统啊访问中国啊，我们中国的领导者啊胡锦涛先生呢啊对法国总理讲啊，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啊，要靠文化的力量啊。这个化字啊，叫教化、感化才行啊！哦，所以从整个世界的一种格局来看呢，啊，我们这个地球人呢，也共同要为这个地球啊，走出一条活路出来。所以汤恩比教授这一句话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中华儿女啊，在这个大时代呢都有责任为化解灾难啊，为世界和平啊尽一份心力。哇，诸位学长一听，哇，这么远的目标我能做得到吗？老祖宗在大学里面告诉我们，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啊，这样的教诲有谁不能为国家为天下尽一份力呢？可不可以？哦，除非自己自私自利了，不然每个人都可以为国家天下做很多事哦。
近代人都讲科学，好像特别崇尚科学，而近代科学家呢，有一个学派啊，是研究近代物理学，啊，量子力学，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啊，它是研究微观的世界。他们发现呢，人的思想会影响整个外在的物质界。哦，他们研究的很细哦。而且他们说根本就没有物质，它是一个波动现象而已。好，诸位学长，请问大家现在有看到我吗？我是真的吗？说真的即非真的，是名真的。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时候的我？现在吗？哦，您的现在又已经成为过去了，是吧？哦，而且2:30时候的我跟现在我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的细胞不知道已经代谢了多少，是吧？哦，通通是刹那在变化。哎，它变化是结果啊，什么在让它变化呢？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啊。哦，我们老祖宗讲的相由心生啊，这个心才是根本啊。心地善良，慈眉善目啊。心地奸邪，尖嘴猴腮啊，是吧？哎，老祖宗特别讲悟性。你从一个人身上可以看到这个真理，请问可不可以把这个真理推到全世界？那不就对了吗？那现在世界怎么这么多天灾？相由心生嘛，那怎么解决？心改了，境界不就转了吗？这个不只是啊，老祖宗的经典是这么讲了哦，现在的量子力学这些科学家也讲了，人只要端正心念啊，弃恶扬善啊，多行善事啊，这个世界的灾难可以化解，这已经是科学家提出来的了。那既然我们都明理了，那当然我们应该尽力啊，为这个世界去尽道义。好，那首先呢，端正我们的心念啊，念念呢，爱护祝福整个地球啊，从实际的行动当中啊，珍惜资源，不糟蹋，不浪费。很多的灾难呢，跟奢侈很有关系。有一个报道啊，就讲到了，假如地球啊，像中国大陆的人民啊，生活像现在的美国人的话，那可能要3个地球到4个地球才够了。显然整个世界的消费风气啊，受美国影响特别大，快速破坏了整个地球的资源。您看那个亚马逊河啊，那个原始森林呢，都不知道被砍掉多少了。
对这个地球母亲呢一点都没有爱护。所以文化重要啊，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啊，代代都啊敬天敬地啊，对万物心存感恩。所以要转变人心啊，甚至于让全世界的人心能够重义轻利啊，把功利思想啊转成情义道义的思想，要靠中华文化的弘扬啊。所以二十一世纪啊是中华文化的世纪。所以诸位学长，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回想起啊当时候跳下来做人的情景了？哎，我这一辈子到底来干什么的？有没有突然有点明白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远大的目标啊都落实在生活的一点一滴当中，从念念纯净纯善做起，从节俭做起，从尽心尽力啊落实圣贤教育，给身边所有人做榜样做起，从落实孝道做起，从念念为他人着想做起，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就可以把身边人的善本善呢给唤醒了。所以这一份义啊，只要随缘随份尽心尽力啊，都是圆满的功德。圆满的道义。我们之前呢这个序语啊义啊介绍了两篇，我们紧接着看后两篇，在155页。我们一起啊学习八德的文章，都是学完之后啊落实为人演说，都是落实了在家社会的一份责任。这里提到义者，所以处事也，义啊是为人处事的标准，是做人的标准哦。那这一句话我们再把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哦，一个人做人不遵守道义啊，他就是连人都没做好哦，是吧？所以五常就做人的常道哦，仁义礼自信。哎，那我们冷静一下呢，义啊跟利是相对的哦，重义就轻利哦，重利就轻义哦。那我们自己每一天为人想得多还是为自己想得多？那假如一天当中啊为自己想得多啊，那代表连人都做不好哦，连做人的资格都还没拿到哦。所以这些话我们细细去体悟啊，对我们也是很大的警醒哦。凡人做事啊，凡是人呢啊，处事待人啊，处理事情啊，需处处合乎天理，顺乎人情。
古人在面对人事物啊，特别强调呢，情理法都要顾及，要时时提醒啊，符不符合恩义、情义、道义。好，所以合乎天理，顺乎人情。古人很冷静，常常对照符不符合经典，心地也柔软，体恤人心。五伦之中，无时无地，不能离于义字。在这个五伦关系当中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任何时间呢，都不能须臾啊离开这个义的精神。知孤不论，这个知孤不论呢，是知是这个这些的意思，孤呢是姑且暂且不论。因为其实啊，我们前面两段呢，也都谈论到很多义的标准啊，义啊怎么去抉择去落实，在五伦当中。接下来呢，主要呢谈论女子落实义啊，所以这个暂且不论呢，地就女子之义言之。这个地啊，就是单单，我们现在啊，单就女子的义啊，来跟大家探讨。归真自守，恪尽女道。归是指女人的闺房哈。我们也称这个未出嫁的女子叫闺女，所以这个闺字啊，指女性啊。这个守呢，是操守啊，是守节，等于妇女啊，在操节操上啊，没有污点啊，叫闺贞自守。我们常说呢，洁身自爱啊。守身如玉，其实这个守节啊，男女都一样。孟子讲，世俗为大，世清为大。守俗为大，守身为大。人生最重大的事情啊，是根本是孝顺，侍奉父母亲，知恩报恩啊，守俗为大，守身为大，自己的操守品德。身体受伤了可以调养，德行有损呢，可能终身都无法弥补了，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啊，立名于一身呢，失之则顷刻之间。几十年都是例行道德。好像每次要讲到重点的都会有反应，有没有？祖宗慈悲啊，在整个时代的关键当中的关键呢，都提醒我们了。
所以男子如此啊，女子亦如是啊。而且我们要了解，女子有操守，有德行，直接影响她的小孩啊。小孩从小有母亲的风范，成就他人格的根基。假如女子不重节操，这个世界会乱得非常非常的快呀！不重节操，思想都有邪念，孩子在胎中啊，早就受影响了。所以在古代啊，不失身不改嫁都属于啊归真之手。其实古人呢、有一种态度，他不是只想我高不高兴，我喜不喜欢，都考虑到呢自己给这个社会啊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大家看，一个女子不重节操，这个事情严不严重？因为啊，人呢学坏的很快，学好的要一段时间。这个古人很清楚啊，叫学好中年不足啊，学坏一日有余。您看3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的妇女都非常的端庄，非常的一种贤德，内敛，不张扬，不放纵。30年后啊，西方东进，哇，你看现在很多女子都受外国那些女人的影响，哇，你看学坏哦，好快啊，那个速度像重力加速度啊！大家现在站在百货公司前面啊，站个10分钟啊，您看看哪个女子能够是贤妻贤母，能够把孩子教育好，去观察看看。所以女教重要啊，有贤女才有贤母啊，有贤母才有贤子啊。结果西方东进了，什么东西厉害？两个东西太厉害了，叫财跟色。我们这个时代被财狼跟色狼给控制住了。女子爱慕虚荣啊，很奢华、啊、完了，小孩青出于蓝胜于蓝。女子好色，天下大乱，离婚率越来越高，整个家庭越来越脆弱，不完全的家庭呢，孩子得不到爱跟教育，哇，你看怎么会没有社会问题？现在很多大都市离婚率啊，逼一半呐、两对就有一对离婚呐、30年前呢、连听都没听说过离婚的。您看这个女子在家庭，在对她人生的一种价值观差异有多大？所以问题出在思想啊。我念高中的时候啊，我还没听说过有离婚的呢。我们家那个巷子里面呢、有夫妻打架的，但怎么打也没说要离婚呢、当然打架不好了、
哎，可是那个太太啊，被打得很厉害哦，没有动一个念头说要离婚的。啊，当然哦，据我观察，啊，女人会被打，跟嘴巴很有关系。哎，怎么我们女同胞笑得这么开心啊？我也曾经观察过，那个男人啊，很凶暴，可是不打他太太，为什么呢？他太太啊，没什么话，也从不唠叨，也不骂人，啊，就要默默做他的事。哎，这个男人出去就跟人打架呢，回来也不会跟他太太有什么冲突。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个人生的真相，叫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吧？会响的哦，彼此都要负责任。啊，当然这个责任有负责多，负责少，但是只要有一个人不会动气啊，这个冲突是出不来的。五伦关系都是这样哦，父子，大顺是至孝哦。他的父母都要害死他了，都不冲突呢，因为他心中没有任何怨嘛，那当然冲突不起来了。以此类推，举一反一切，所有五伦关系会冲突，叫半斤八两。更重要的有一个内在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没有回到啊，我的本分是什么？冲突都来自于哪？都是看对方没做好，指责对方。只要有一个人先冷静，好吧，我先不说他了，我自己有没有做到好？我做好了再要求他，真这么做了。当你做好的时候，对方的善良啊，已经被你的道义感染了。所以人现在啊，情绪稳不住，看到别人不对了，咬着不放，然后越讲越骂，冲突越大。所以现在啊，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事。首先自己要先做对，我尽道义了没有？把专注力放在这里，不要再去看别人的过了。我们现在啊，大半的精力都在看别人的过失，看别人的过失花了这么多精神跟时间，啊，看自己呢，那就更没有时间精力看自己了。啊，都看别人不看自己，谁跟我们相处受得了？每一次我们讲别人呢，你有没有好我好我到哪里？你凭什么讲我？孔子告诉我们：“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呐。”哎，奇怪了，我们现在怎么跟人都有怨呢？都有不愉快呢？啊，不就把这句话给倒过来了吗？叫颠倒。我们现在把孔子的话导成什么呢？求于人而不正己，则多怨呐。所以经典啊，真正有一句百分之百不打折扣的落实，你的好日子就到了，你的心念就转了，你的世界也就跟着转啊。所以人呢，难在哪？老实听话，接着真干真做。所以古人求之于己啊，叫君子求诸己，先要求自己。
古人仁义礼智要有智慧啊，洞察家庭，洞察社会的根源问题在哪里啊？社会风气坏了，根源在人心啊，思想偏颇。我们面对啊，整个目前呢、啊，这个社会的大洪流啊，能够不被影响啊，真的是要感激我们的父母。家庭啊，对于我们处世待人的根基啊，扎得比较好，不会随波逐流啊。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啊，我是念高中的时候啊，都还不知道有离婚，是因为啊，有一次我念高中一年级，我一个同学啊跟我说。他妈妈跟他爸爸离婚了，吓了我一跳。哦，你们好像很讶异哦，啊，是说哦，这个蔡老师好像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是吧？哦，我小的时候看那个电视都说爸爸回家吃晚饭，我说奇怪的。我爸爸都回家吃晚饭了，干嘛还强调这个呢？后来才搞清楚，哦，原来很多爸爸都不回家吃晚饭。所以一个幸福的家庭啊，对人的一生影响太大了。所以什么是最伟大的事业？组织家庭的人最伟大的事业就是齐家。就是把家庭治理好，夫妻和乐，孝顺父母，还有啊，为国家社会培养好人才，这是神圣的事业啊。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读古人这些教诲，就可以了解到啊，现在人思想啊偏离了这个常道，气长则妖心，这些社会的怪现象都是因为偏离常道。所以做出一个不好的行为啊，对于整个社会都有很负面的影响。哦，好，所以我们看到呢，古人呢守贞洁啊，整个社会的女子都会以守节觉得是光荣的、神圣的啊，以这个啊为人生价值的追求，而不是那些虚荣哦。哦，哎，现在追求功利欲望呢、啊、一般还讲啊，孝贫不孝娼就麻烦了。所以恪尽女道，就尽心竭力啊，做好女儿的本分啊，这个女道啊，啊，女子的本分。父母弟坤啊，父母兄弟啊，全力关怀爱护啊，力为维护啊，这个都是发自啊自然的天性，义也是人的天性啊，从小跟父母兄弟一起长大啊，为父母兄弟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很自然的流露哦，啊，我小时候啊，很多景象啊，啊，是我被比我大的男孩子欺负，啊，然后我姐姐啊看到了，啊，就以最快的速度冲过来，哦，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姐姐的头发都有一点翘起来，
后来才知道哈，那个叫怒发冲冠，哎，很有意思哦。那个男的哦，都被吓得跑走了。所以你看人那种道义之气啊，很强哦。好，在立位维护啊，权力关怀爱护。所以能做到归真自守，克敬女道，父母坤，弟坤，立为维护啊，是为义女。这样的人呢、啊，社会呢称赞肯定她是义女。这个女子啊，性情啊柔顺啊，在民国时代啊，东北有一位王善人啊，王凤仪老先生呢，他很重视女教，办了很多女子学堂。很多东北人，尤其年龄长的人，都很重视伦理道德。这个都跟啊王老先生王善人啊，在几十年前这些义举啊有直接的关系。啊，东北很多七八十岁的妇女啊，都特别重视这些贞洁，都跟当时候啊王善人的教育、啊、很有关系啊。王善人强调啊，女子啊性如棉，性格啊像棉花一样，性情如棉。我们看棉花有什么特质？洁白，不能染污，柔软啊，有弹性，不刚硬，不强势，不乱发脾气，啊，洁白柔软，温暖，啊，你看棉衣穿在身上很暖和啊，所以女子应该呢，走到哪，啊，都能让人家感觉到啊，如沐春风啊，温暖。再来呢，绵长啊，你看那个棉花可以拉很长啊，就是他的情意啊，长长久久啊，一生不变啊，而且很坚韧啊，很有弹性哦。你看很多女子啊，面对家庭的变故，都能呢一肩扛起，她绵中啊。也带有坚韧哦。哦，所以这个性如棉啊，是女子啊的特点哦。出嫁相夫啊，出嫁为人妇的叫相夫教子，是她的本分呢。孝事姑舅啊，孝顺侍奉婆婆跟公公，姑是婆婆，舅是公公，和睦妯娌，这个妯娌指兄弟娶妻呀、啊，这一些媳妇之间呢、啊，叫妯娌，也要啊像姐妹一样、啊、互相关爱。哎，齐家了，进而啊，感化相邻，是为义父。啊，他能做到以上这些点呢、啊，哎，人们佩服他，称他是义父。哎，小的时候我们看呢，啊，哪一个人家的妈妈特别有爱心呢？哦，看到一些贫穷人呢，主动的给衣服给食物啊，旁边的人呢看了都感动啊，哎呀这个是好人啊，都是感化相邻。祸居侧室，安分守己，尽是大富
不夺专房，是谓义妾。在古代一些贵族啊，有地位的人啊，他有娶妾啊，但在古代啊，他是很注重伦常的啊。这个原配啊，他在家族当中地位是不可侵犯的啊，他娶的妾啊，通通都要听大老婆的管教。所以这里提到呢，这个侧室啊，就是偏房，嫁为人小妾，也要安分守己啊，不要去争宠。敬事大房啊，恭敬奉事啊，这个家族的正室啊，原配啊，不夺专房。这个专房就是不去争宠，专不要去专宠，是为义妾。所以每一个角色啊，都应该守好他的本分，这样家庭社会啊就不会乱了。夫王守节，辅姑教子。丈夫去世的啊，坚守贞洁啊，没有改嫁，抚育孤儿，教育好孩子，这个也是啊，对先生以至于对夫家的一份道义啊，不肥私家。这个肥啊，就是充足丰裕，就是不把夫家的东西啊拼命拿到自己的娘家去啊，这么做也是不妥当的。这个有一个故事说到啊，有两个老太太啊，他们在那里谈话聊天呢，其中一个老太太啊就很无奈啊，叹了一口气来说，哎呀，我这个很歹命啊，命不好啊，娶了个媳妇啊都是肥他的私家，什么好东西啊不知不觉就往他娘家拿了，哎呀，我很可怜呐！啊，另外那个老太太听了就安慰他：“哎呀，你真可怜呐！啊，不要太伤心了。”啊，过了一会啊，这个叹气的老太太就问他这个朋友：“啊，你最近好不好？”他说：“我最近很好啊。”哇，啊，你有什么好事啊？我那个女儿嫁出去之后啊，拼命往我家拿东西啊。所以我们从这里了解到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容不容易啊？对于我的权利不能被拿哦，啊，人家的权利呢，我可以拿哦。所以这句话不容易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哦。将家人先问己哦。其实啊，比方说我们做下属，我们就会说呢，这个主管呢，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可是有一天我们做主管哦，底下的人说我们哪里不好哪里不好，都差不多是这么讲哦，我们受不了哦，不能接受哦。每一个角色都是这样哦。今天我们要求孩子的孩子实在不孝顺，要求别人都比较快啦，好，
现在换个角度，我们把所有对孩子的要求首先回回来要求自己啊，我有没有这样对我爸对我妈？这么一想啊，其实自己都还没做好啊，所求于子以事父未能也啊，所求于弟对弟弟的要求以事兄先拿来自己先做，对待自己的兄长未能也啊，所求于臣对下属的要求，哎，先停，先缓一下，把对下属的要求全部自己先做到，对自己的上司未能也啊。所求于朋友，哦，你现在对朋友，他觉得他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暂停，啊，时光暂停，先冷静一下。所有对朋友的要求全部先要求自己，对朋友先做到未能也啊。哦，所以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障碍啊，都在于呢先要求别人啊，没有先要求自己了。哦，好，所以应该呢尽心尽力啊，为自己的夫家去付出，不能有私心。哦，嫁为人妇了，我们整个古人呢，啊，特别啊厚道，那个精神呢，啊，很有奉献的精神。一个女儿照顾了一二十年。二十几年嫁出去了，都期许他尽心尽力啊为夫家，这是很可贵的精神呢。因为呢这样的信念呢，啊，他会专注把这个家治好，社会就安定啦。所以这个嫁女儿的父母啊，也是很精神啊，令人可佩呢。我记忆当中啊，我这个外公外婆啊，到我们家的时间呢，啊，次数啊，十只手指头都算得出来，几乎没什么到我家里来，而且啊每一次到我家来看女儿啊，都是什么呢？顺便啊，这刚好啊，我刚好，哦，到城里办事啊，哦，顺便过来看看。而且每一次看哦，都没有很久，一下子就走了。我小的时候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是这样。可是哦，大年初二啊，啊，跟着妈妈回娘家，哇，外公外婆对我们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爱护。为什么？他那个对女儿的爱啊，一年呢，啊，这么久都看不到女儿啊，女儿一回来，爱屋及乌啊，所以对那个外孙很疼啊。所以我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事实上有很多人生道理啊，细心啊都能体会到。所以因为啊老人家生怕呢影响了女婿家里的事情啊，人家女婿家里刚好有什么事啊，这些亲家刚好在忙什么，我又打扰了，会不会影响他们？都没有为自己想的念头。那个想女儿这么心切的，都可以压得下、放得下，那个人心真厚啊！丝毫怕影响到
亲家哦，影响到女儿的夫家哦，你看那个心多么的体恤，哪有可能像现在还跟亲家冲突啊？女儿受点委屈赶紧回来，谁怕谁？你说那个心态差多少啊？哦，好，所以古人呢，为什么家庭社会能安定，都因为有这些教育啊。所以克保夫产啊，这个克啊就是尽力保护啊夫家的财产，是为义母。祭祀夫故，这个祀啊是许嫁啊，许配。既然已经嫁人了，而丈夫去世了，守贞母事，这个发誓啊不改嫁，然后父母照顾，或为辅祭，为了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从一而终，而且啊，也是这个内心呢，对她丈夫的这种情谊，其实这个也是自然的流露啊。人只要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这种义啊，终身不会改变。不是女子这样啊，我们在得意故事里面看到。像刘廷氏，那对他的妻子都是从一而终哦，而且那个从什么开始？不是娶过来才开始哦，才跟那个女子谈到婚事哦，连聘都还没下哦，就从一而终哦。所以他们那个义啊，那个精神呢、啊，天地都动容。所以士为义孤啊，他如义婢啊，这个是义婢、义乳、义宝等，有足多矣啊。这个有足多矣啊，让我们感受到啊，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在全世界啊硕果仅存，你找不到第二个民族啊，他整个人心的展现呢，有道不完的忠孝节义的感人故事。在这八德当中啊，每一德都有举不完的事例，其他民族啊，没有这样的精神。那当然呢，我们相信呢，这样好的民族教育啊，能弘扬到全世界啊，那我们相信呢，全世界这样的忠孝节义啊，越来越多。好，这个义婢啊，我们之前课程也有讲过了啊，举的很忠义的婢女啊，很忠义的保姆。在鲁国春秋战国时代啊，有一个保姆啊，他在鲁国国君家里做事，刚好那个时候呢，一个大臣呢叫伯玉啊作乱，杀害了呢鲁义公，义公的儿子啊，那个时候还很小，这个女子啊姓张，
张氏。这个张啊，本来的意思也是善良啊。这个伯玉呢，不止杀害了国君呢，还要加害于他的后代。结果这个张氏啊，警觉到这一点呢，孝公那时候还很小啊，还在襁褓当中啊，他自己的孩子跟这个孝公啊年龄差不多，所以呢，在那种情急之下，把这个孝公称的衣服啊穿到自己孩子身上，然后让孩子在孝公称的房间里面，自己抱着孝公啊赶紧出逃。结果这个乱臣呢，就以为那个是孝公称呢，就把他儿子杀害了，保了国君的后代。所以您看古人呢，在这种危急之下呢，大义啊，凛然大义啊，都是顾及国家，顾及自己的祖上祖制啊。您能牺牲自己的骨肉啊，这个太不容易了。您看古人呢，连自己儿子的生命啊，在义面前呢都能舍得下，那我们现在连身外之物都舍不下。好，接着呢，我们看下一篇呢，女子之义，当以民分所在，各尽其责。好，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名分、身份，每一个身份背后啊，都有本分、责任。不止在家庭当中的名分都有责任，我们在社会团体都有我们的名分、责任。我们在学校教书，学生称我们老师，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孩子教好了。人家称我们医生，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力啊救死扶伤，尽这一份天职。这各尽其责啊，这个责任呢，这应该做的，而且啊默默付出，应该的呢默默去做呢，绝不邀功。这邀功都是啊利害的心了，不是道义的心了。而且呢自己尽本分呢，都觉得本是如此，绝没有附带条件说啊我都做这样了，你也应该要怎么样哦，不是附带去要求别人哦。尽其责所当尽，尽他的职责所当尽的事情，本分即为尽义。本乎自然之性，也就是自然天性的流露，而出乎相感之情，相互交感的情义。这五伦都是情义啊。包含我们之前呢在信所讲到的张绍跟范氏两个朋友之交啊，哇，那种信义之厚啊，读的人都流眼泪啊。约定三年以后去看望他，真的三年到了那一天去了，他的母亲都有点不相信啊，隔那么久了能真的来吗？后来
这个张绍去世了，范氏都还梦到啊，然后快马加鞭呢、啊、赶过来啊，而那个张绍的灵柩啊就要抬走了，怎么抬啊扶不起来。他的妈妈说啊，你是不是要等范君到啊？话才讲完了，突然听到马车的声音来了，叫范氏到了。结果范氏一到，痛哭流涕，马上那个灵柩啊就可以抬起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意志啊，真是天地都相交感。所以信义、忠义、正义、情义、道义啊，这义是充塞在天地之间的正气啊。那朋友都是这么厚啊。包含我们在孝悌当中啊，像很多女子父母早逝，为了抚养好自己的弟弟，终身不娶啊。我们每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啊，记得在课程当中啊，我们马来西亚很多学长的姐姐就是这么做的，也是没有嫁，就把他们拉拔长大。哇，弟弟妹妹有的当老师，有的事业都有成啊，你说最大的功劳啊，就是他的姐姐这一份情谊啊。所以其志也结以真，他的心志啊非常的纯洁忠贞，其行也勤以固，他的行为啊非常的勤劳坚定。我们看那个守节敬道义的人呢、啊，无怨无悔。有时候看到他们的人生，觉得这样怎么熬得过来啊？哇，这么苦这么累，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都很难想象啊，因为他们的心是非常的坚定，不可动摇。世上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啊，那种坚毅啊，都能克服种种啊人生的挑战。所以刀具在前，虎狼在后，一落无所闻之，悍然而无所虑，恬然而无所疑。就女子这种义气啊，哪怕呢刀山剑具啊摆在她的面前呢，她也无所畏惧。这个锯啊一般指刑锯啊，会切掉人家的筋骨的啊。像德育故事里面啊，有女子啊为了救父亲呢，她到京城啊去喊冤呢 啊像天子喊冤呢，首先都要先接受得了那个刑锯的考验哦，有的都可能撑不过就死了啊！他们为了救父亲啊，完全不顾及个人生命的安危，这刀具在前呢、啊，虎狼在后啊。很多女子啊，义之所当为啊，面对虎狼之师啊，无所畏惧。在汉朝有一个人呢叫王陵，这个王陵呢
跟汉高祖啊刘邦很年轻的时候啊就相似了，他的年龄还比刘邦大，这是好兄弟啊。后来呢还为刘邦啊效忠打天下，叫做楚汉相争。王林的母亲呢、被项羽给抓到了军营里面去了，结果呢就请王林的一个朋友到了这个军营，其实意思就是要透过他这个朋友去告诉王林，你妈妈在我手上你看着办，让他要弃刘邦来投靠他项羽。结果王林的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就很担心儿子呢弃刘邦过来，因为他知道儿子很孝顺所以在送这个朋友的时候就跟他讲了你回去告诉我儿子绝对不可以违背这个刘主公然后他话说完自己马上抽剑就自杀了。这个项羽项羽有好几次的行为让我是听了实在很摇头，说难怪他福报这么大，武功这么强，还是失了天下。他感觉不到什么叫义你说我们光听这个故事，一个母亲不愿他的儿子违背道义马上自刎而死那是何等的忠义何等的勇气我们光听了都肃然起敬更何况他是现场看到哇，那应该是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结果项羽居然这个时候没有被他的忠义所感还把他的母亲放在锅子里面煮。另外还有一个，为了保护刘邦刘邦已经被团团围住了，他穿刘邦的衣服，坐刘邦的车子冲出来，救了刘邦一命叫寄信这样的大忠臣为国君不畏生命不畏生死结果这个项羽看到这样的大忠臣，还当场放火把他烧死。你说这些行为哪有可能不失人心的道理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刀具在前虎狼在后毫无畏惧，这是汉朝的王陵同一个时代，大家看这个古人只要看到榜样都期许自己我也要这么做。同样是汉朝，另外一个臣子叫赵苞他是担任了辽西太守，刚好派人要去接母亲来奉养，结果在接的过程当中鲜卑的军队把他母亲给劫走了，结果这个鲜卑人也很卑鄙就用他母亲来威胁赵苞，刚好他要接他母亲，结果这个鲜卑人拿他母亲出来威胁，他母亲就隔空对他讲绝对要遵守
你臣子啊，还有为国家的这一份忠义，不能顾及儿女哎这个事情啊，母子的这个情啊都要放下。后来真正呢，这个赵包率领20000大军跟敌军对峙的时候呢，这个鲜卑还是把他母亲束在那里威胁他，他母亲还是对着这个军队啊大喊，劝勉他的儿子要敬忠。那也很壮烈啊，这个赵包确实打败了军队，他的母亲遇害了。那因为他太孝顺了，面对母亲去世啊，他也伤心的吐血而死。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啊，这在魏蜀吴三国的时候啊，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三国演义》啊。刘备一开始啊，有一个军师叫徐庶啊，帮助啊刘备。结果这个曹操啊，动了诡计呀，模仿了一封信，以徐庶的母亲写的，然后就寄给徐庶。这个徐庶啊，一看到啊母亲被曹操给抓去了，就非常惊慌啊，生怕母亲有受伤害啊。那没办法了，就向啊刘备告辞了啊。刘备也很伤心啊，这么好的一个大臣呢、啊，要离开他了。啊，当然呢，这个徐庶呢，要离开，突然呢、啊，已经骑马骑很远了，又拉回来啊，把诸葛亮啊介绍给刘备。真的的古人呢、啊，时时都是尽忠尽力啊。而这个徐庶一回北方啊，啊，才见到他母亲啊，他母亲根本没怎么样。一看到他儿子，哎呀，他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怎么中了曹操的计啊？其实徐庶往家里回赶的时候啊，这一件事情啊，被一个读书人听到了，就跟刘备讲啊，哎呀，这个徐庶不回去啊，他母亲不会死啊，徐庶一回去，他母亲必死啊。哦，你看呢、哦？古代的读书人啊，他都能了解到呢，他的母亲把忠义啊看得比命还重，自己的儿子离去了自己的主公啊，是因为他的关系而回来啊，他的母亲会觉得没有脸啊见世人啊。哦，这古人这些女子的那种气节啊，果不其然呢、啊，徐庶一回去啊，他母亲就自杀了。哦，所以人呢、啊，处在任何时候啊，第一个要镇定啊，再来啊，要非常能体恤到父母的心呐、啊，孝顺呐、啊，要孝父母的心呐、啊。要成就父母的德啊，这是大孝啊。徐庶造成的这个人生的遗憾呢，最后呢，他也暗暗发誓啊，这一生呢，绝不为曹操献任何一个
计谋了，不为他出力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呢，前人的榜样啊，后人只要听到了，都有一份呢见贤思齐的态度，哦，很可贵啊！啊，面对这么危险的境界啊，一若无所闻之。这个一若就好像啊，在这个危险面前呢，处之泰然，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危险。我们常说从容就义啊，悍然而无所虑。这个悍然呢，是很英勇，无所担忧，无所畏惧。恬然而无所疑，这个恬然就是处之泰然，没有什么疑虑。百折不挠之慨，就是啊，义所当为啊，义不容辞，再怎么困难都勇往直前啊。这个折啊，就是挫折啊，都有百折不挠的气概啊，确实是毫不畏惧啊，坚韧不拔。这样的精神呢，只足以摄鬼神而破金石。这样的所谓义薄云天呢，震慑鬼神，让鬼神呢都非常的敬佩啊。而且啊，破金石啊，这个穿破啊，洞穿金石啊。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啊。好，那这一节课啊，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好，谢谢大家。